次呢一部戲動作嘅密度係高嘅。我每次都係咁噶啦，即係我一做我就做盡佢。我想用多啲場景嘅複雜性，而令到動作有遞升嘅層次喺度。然後也有很多以前從來沒想到的動作場面。演員就更慘啦，尤其是張涵予咧，已經變成一個真係動作演員嚟嘅，有佢。還好，我覺得他們設計的動作呀，非常貼人物。他是一个警察嘛，他不是一个武打高手，特别实用的那种格斗，瞬间一招两招几招就能把对方干倒。做很多，我可能不能说太多，例如跳啊、被炸啊、飞来飞去。以前吊威亚嘛，那这个是不是就直接自己跳、自己滚、自己飞，也挺有感觉，因为你这样变得是你的表演就很真实嘛。在这些位置有这样的感觉，我的位置就是一定要架一个这样出，另外一架看出来。D哥就是全行都知道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。哇，这三个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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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重点的就是说安全。不要挤啊，死人啊。D哥在这一方面他的追求是远胜了很多指导，他是很肉紧在这件事上，就是这件事未搞好他是不会给你做任何事。就是在这百货商场里面，给我印象也是很深的。你去追他，我掩护你。毒贩开着一辆车冲我冲过来，我拿着椅子呀砸向那个挡风玻璃，冲进去跟毒贩进行搏斗。简单看似枪战的一个动作片，但我不觉得，我觉得他讲的还是人性。他讲的是在这个案件里面，每一个人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生活，他们要牺牲多少他们的生活还有生命，才能去维护正义的公理的一个平衡。你要救援我吗？你放过我。